这两个礼拜要不要先出去啊？我心很像整个乱掉了耶。我们先两个礼拜先出去好了。淋浴商店也讲了吗？等我一下啊！我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先讲礼包？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我忘记看聊天室了，糟糕！感觉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聊天才比较刺激耶，不然我觉得好无聊，对不对？怎么给聊天室了？嗯。